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咁啊，出声咧，我哋翻嚟呢个第三节咧，即系头先张伟雄咧都讲啊，为爱呢个角色，男主角佢嘅唔系男主角，第二男主角吓，胡子同嗰个角色咧。就喺電影香港製造過嚟嘅，咁其實成部戲咧，佢都講咗俾你聽咧。呢部電影，如果你睇嗰陣時候咧，佢就同嗰個《逐水漂流》最唔同嘅就係，基本上佢大部分佢嗰個世界，佢嗰種話都係喺虛幻嗰度嚟嘅，喺電影嗰度嚟嘅嚇。咁啊，例如咧，佢一開頭嗰時就係俾大家講嘅《天若有情》啊，對唔對？咁其實咧，你係咪睇到《天若有情》啊？嚇，阿奇哥都係睇到《天若有情》啊啊！但我啊睇到咧，點知係天若有情啊？岸西嗰部都有啦，岸西要坐啊，阿鄭伊健嗰架車啊，親密係啊，親密嗰個都係咧講緊女人中意一個男人嗰度嘅，有陣時咧喺個車上面嘅嗰個感覺，裡面帶嚟咗一種浪漫。呢個香港片咧就常見嘅一種情節嚟嘅嚇，呢種咧就即係其實就將電影嘅浪漫感啊。速度啊，嗰樣嘢嗰度咧就放咗落個愛情嘅故仔裏面嚟嘅嚇。咁但係咧，佢部戲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覺得佢而家佢個處理咧，佢基本上咧佢唔夠凝聚力嚟嘅啫嘛。如果你咧就係好簡單嚟睇咧，佢你話佢阿胡子同一個角色咧，就係都似啊中秋。咁啊，我講俾你聽，唔似中秋。是陳果裡面的所有的男主角，為什麼呢？是廢柴的，所以包括呢三夫、四眼仔，包括呢，即是總之呢，那個妓女三部曲呢，那些全部是馬夫來的，是無能事來的。咁而個女仔呢，就反而個結果呢，她應該要自己，即是想辦法找出路的那些，所以男人是不行的，這個呢就變成了他咧，即係比阿胡子同嘅嗰個角色係好清楚嘅。第一，佢一喺嗰刻嗰時候咧，佢話我大咗肚喎，即刻冇咗架車。佢以為好咩嗰度啊，即刻當咗買一架車應付嗰度。其實佢唔知道咧，喺嗰刻嗰時候咧，阿女人都已經覺得你有啲問題喎。其實架車可以。做好多嘢嘅喎，賺錢嘅喎，係啊，你冇咗架車，咁佢都覺得依個男人有問題啦。第二嗱，其實依個我覺得關鍵啦。你如果你睇咧嗱，因為事後都唔講咁多，但係依個最關鍵咧，你要睇胡子同嗰個角色，佢講俾大家聽咧。一開頭佢有揾到個主題，但係佢而家散咗，講唔到咁清楚俾你凝聚。就係咧，佢講俾你聽，佢係為五斗米折腰嘅一個年青人嚟嘅。點解咧？因為咧，佢去到嗰一刻嗰時候，佢為咗要解決問題咧，佢即刻諗到我要諗辦法，嗱嗱聲去揾錢。但係佢冇一個 planning 去揾錢嘅。啊，第一賣咗架車，咁啊頭先係邊個講咗？你有架車你做好嘢喎。係啊，仲吸埋。尤其是而家添，如果你有架車，你咪要送外賣咯。係咪？而家全世界啲人就係有架車就可以做到好多嘢㗎。係啊。第二，吸埋個 call 機。佢就係吸埋個 call 機。第三。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阿老細叫佢嗱，你就係好似跟阿中秋咁樣咧去做嗰樣嘢出嚟。之前都講咗俾你聽啦，依啲老細你信得過嘅，又係錢嘅問題。跟住佢去到泰國咧嗰度咧，原來後屘佢講咧有個結局嚇，即係嗰個最浪漫嗰啲嘢，都係原來同錢有關嘅嚇，即係嗰啲嗰個唔穿煲啦，即係大家睇嗰時細節去睇啦嗱。你而家你出呢個瀑布嗰最撚尾咧，佢最有意思，同大角咧攞到個意思嘅，咁呢啲人一陣子講佢嗰個故仔。嗱，成個故事咧，你會睇到胡子同嘅嗰個角色咧，我唔知點解呢個新導演咧，佢對自己嗰個世代咧，佢係好冇信心。佢反而咧，佢認為咧，能夠咧俾到個方向佢嗰個咧，就是、上面嗰個阿輝林力輝，即係蒙眼輝。咁啊，蒙眼輝有啲咩問題出咗事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咩？佢係一個差人，亦都同時咧就有一個好關鍵嘅，這個咧就唔怕專橋，就已經講出嚟。佢係叫做響
陳漢娜的嗰個兩母女裏面嚟講咧，呢個係電影叔叔嚟嘅。嗯，戲院哥哥。戲院叔叔嚟嘅，戲院哥哥，電影叔叔嚟嘅。嚇，咁啊呢個咧，咁你未去講呢一個角色喎，你兩個啊，因為上一部戲咧《逐水漂流》咧，吳鎮宇咧就即係都好多人都話佢嗰個係有啲條件咧。就去攞到嗰個叫係即係突出演員啦嚇，即係今年嘅嗰、那個。咁啊，林力輝咧呢、這個阿鄭中基咁佢做呢個角色嚇、啊，一個差人，亦都係一個叫做係戲院叔叔嚇。咁、啊、你又對佢嗰個演出，佢只係真正主角嚟嘅喎，有咩睇法咧嚇、啊？首先佢角色其實同佢喺。我覺得啦嚇，佢嘅角色同佢喺呢套戲嘅 role 係好接近嘅，即係佢即係所謂零片酬去幫導演啊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首先個劇本正如頭先所講啦，冇一個好深入嘅描寫，咁樣去承載呢一個佢嘅一個對女主角，即係對個妹妹嘅係陳康娜或者個細妹細個係陶希玲啊，係啦嘅感情啦。咁所以好多嘢都只能夠係做到一個叫做表面啲，或者比較即係冇一個好深化嘅，因為佢冇呢個。同埋另一個問題，因為個故事係橫跨廿年左右啦，咁佢個造型咧就廿年都冇變過，咁就亦都冇嗰個層，即係佢廿年嘅佢同廿年後嘅佢，除咗嗰個不知從何而來嘅內疚感或者後悔要去。追贖罪或者要去彌補之外咧，就睇唔到嗰個當中嗰個變化，咁所以就即係不能，我即係唔覺得係十分，你覺得都係動人嘅演出咁樣，都係嘥咗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你有點睇法啊？嗱我暫時嗱兩個都係好演員啦，嚇兩個都可以帶動一啲叫做主線嗰樣嘢啦。咁我反而翻去就係話嗰個角色設計上，嗰個設計上俾佢哋所做到嗰個效果咧，就係、是、其實鄭中基呢個角色咧，佢嗰、那個。佢對自己嗰、那個唔好叫自信，或者對自己嗰個行事守則規則咧，好清太過叫咩以為自己好清楚，以為自己甚至乎好多好 liberal 嘅睇法去睇個女性生涯。咁我係睇到邊度有少少叫彈開嘅咧，就係喺戲院嗰度，戲院嗰度係你。佢第一場嘅寫照咧，係佢入咗戲院望見陳康娜走咗出去。啊，我以為佢係命運交替，佢睇唔到呢件事。咁原來秋尾話我睇到呢件事。嚇！咁佢嗰下嗰個所謂判斷或者叫唔做嘢，同即係做嘢同唔做嘢之間嗰個拿捏咧，相對一去咗阿吳鎮宇嗰度咧，即係吳鎮宇都係呢種人。都係知道自己眼界、目標、人生、啊、我要一句道歉，我唔係要錢、啊、我去到呢度，去到，即係甚至乎佢嗰個領導者角色咧，喺成個街頭橋底裏邊咧，佢真係就算佢個個人唔願意，但係大家睇見呢個係真係我哋嘅領袖嚟嘅。而阿鄭中基咧係喺個警察嗰個層次裏邊咧，佢想做呢樣嘢，或者佢想帶出一種叫做對年輕人一種，或者對公義對法律一種一啲叫或者對所謂街頭事件一啲睇法咧，佢係做緊，不過佢做唔到，因為種種壓力啊嚇嚇。係，而且特登係。喂，我係想講呢樣嘢嘅。係，同埋嗱，我係一個資深編劇啊。咁啊，睇戲咧，裡面咧有陣時睇埋個結構嘅。咁我覺得咧，呢部戲咧，你會睇到鄭中基咧，佢一人咧就做兩大主線。第一個主線咧就係叫一個叫差人啦，就好似踏雪尋梅咁樣咧，就面
面對咧就嚟退休嘅差人，即係咁樣。咁但係佢咧，我覺得就同阿郭富城響特別尋梅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咁好人啊，如果你咁關心嗰啲人嗰時咧，你響現實啊，我哋即係就做資料都知嘅啦。響警隊裡面咧，第一你唔會做到咁長啊，第二咧你唔會做到咁高職位啊。因為咧呢樣嘢咧就去到咧，其實大家都會心微笑噶啦。嗰啲差人都話：呢啲咧即係其實就喺警隊裏面多的是，但你一定唔會係阿頭，一定唔會去到等食長糧。嗱、这个、呢個咧就係林力輝咧嗰個角色咧，就出現咧喺電影有時咧都出現咗呢種咁嘅叫做係你諗啊警隊都要有呢樣嘢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做係自以為是啊嚇。咁啊，因為嗰個就少了質感嚟嘅。第二，佢特登編排咗佢咧，就係、是、同戲院嗰條線有關。嗰、那個係另一條線嚟嘅，同差人啊，同查案嗰、那個叫嗰、那個叫 family 嘅古仔嚟嘅嚇。咁、啊、我哋一睇到咧，應該咧阿陳漢娜咧俾水啊搞佢啊咩嗰個咧，係應該嗰條友唔係而家嘅唔知乜水嘅有錢佬，可能分分鐘就係鄭中基。如果是鄭中基咧，我覺得呢個戲咧清晰啊，知道發生咗咩事啊。同埋咧，即係因為咧，佢最撚尾佢打嗰一巴啊，嗰巴咧你會睇到陳漢娜響即係做嗰個角色 Elisa 咧個角色裡面嗰度咧，佢未就係去到嗰度，佢嬲到呢個人嬲得咁緊要，要冚腳巴，除非佢對佢咧就建立咗一段，而依個可以做我嘅。啊，同埋佢個女亦都接受咗佢咧，可以做到嗰個未來嘅爸爸。咁呢啲嘢就好清晰，一條氣咪條氣咁樣去，咁咪順咯，係咪先？啊，而家咧就搞到唔順嗰陣時候咧，你會睇到，你要整好嗰、那個唔係嗰個角色啊，整好嗰個形象啊。咁啊有呢啲叫做係嘢嗰度咧，佢唔敢掂落去。啊，咁喺嗰刻嗰時候咧就避開咗咧，就變咗一個叫做係哇俗世嘅伊甸園嚟嘅喎。嗰、那個一個桃唔係呢段桃花源嚟嘅喎，係佢可以避世喺個戲院。但係當你如果入戲院睇嗰陣咧，其實最主要咧，阿 Elisa 佢中意睇乜嘢戲咧？唔知係啊，你要喺嗰個建立佢要整出嚟再設置低。咁啊，同埋佢做一樣嘢，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佢唔係佢嗰個佢想講嘅嘢太多，但係你多到咧嗰時候咧，但係你唔識將佢歸納啊。當你冇咗個歸納嗰陣時候咧，你會變咗陳漢娜咧嗰個角色，佢同阿佢對胡子同嗰個角色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你嗰個咧就係我哋就係睇《山口百惠》咧嗰陣時《污泥中的純情》咧，裡面咧佢就出現咗呢個唔係《污泥中的純情》，佢呢個叫《污泥中的高竇》啊，變咗一種高竇嘅嘢，同埋咧即係當生咗仔之後嗰陣時咧，有一樣嘢，其實嗱，我知道佢嘅原因係咩嘅，因為佢實在講得太多。嗱，生咗仔之後嗰時候咧，佢自己不是生產嘅，讀書係咩？瞓覺㗎，成日喺屋企瞓覺嘅，兩次翻嚟都係，係咪？換衫啊，同埋係瞓覺嘅嚇。佢唔係，但係其實因為佢，如果你捉到嗰樣嘢咧，你知道佢最撚尾嗰段咧，嗱，你而家你又整嘅嗰段嚇。嗰、那個意思就又出咗嚟嘅嚇，佢想講一個咧一個叫雲南嘅傳說故仔嚟嘅啊，咁嗰個係好有意思嘅呢、這個時間整嗰度啊，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為愛咧，佢裡面有好多嘢嚇，咁、啊、其實佢都出現咗同逐水漂流咧都同一個問題，就係佢想講嘅嘢係有好多好豐富，但係咧就喺呢個時刻咧，當佢歸納嘅時間咧。就去得唔係咁靚啊！嗱，嚇歸納得唔靚啊！你講咗咁多為愛呢一部分所謂一個旁觀者或者作為一個叫做想好心人想做嗰樣嘢咧，咦、嗯、我呢一個呢度講咧，我彈咗去逐水漂流阿何姑娘度，係啊，唔係啊，呼應㗎，你都係阿何姑娘咧嗰、那個。嗰、那個首先佢擺喺側邊咧，即係佢擺喺側邊嗰、那個嗰、那個好乾淨嗰個處理方法咧，同有時同阿李麗珍已經係啊可以出到嚟可以住公屋同阿馬蒂奴
好好乾淨嘅處理方法。不過咧，我當我睇嗰個唔係馬頭，嗰個寶貝魚。啊，寶貝魚繼續。啊，寶貝魚。咁當我睇到嗰、那個佢喺屋企開始講佢啦，嗰、那個哇嗰、那個無敵海景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露台、那個。咦，原來佢咁嘅背景嘅喎、啊。然後跟住你睇佢做嘅嘢就話，佢帶阿謝君豪去揾到佢個仔。咁跟住就嗱，我最想講就係謝君豪死咗之後嗰種內疚，嗰、嗯、種內疚有啲不必要嘅，嚇、嗯啊，即係就算係佢咁嘅選擇咧，其實嗰個係啊，如果現代嚟講咧，應該有個人話俾佢聽，你唔使內疚嘅，又或者你做嗰樣嘢咧，唔、嗯、係一啲叫做cause and effect 害咗人嘅。嗯哼，嚇、啊，咁所以我去睇佢最尾嗰個所謂內疚嘅情感咧，同阿鄭中基都係一種叫做，誒、哎，其實成件事唔需要咁樣諗啊，嚇，係啦，咁啊。咁啊，我覺得佢係啊，你其實頭先講嗰個咧，你會睇到咧，佢都有一種叫共通嘅一種諗法咧。就一個戲嗰、那個兩部戲對應緊嚟嘅，咁啊咁樣就嗱有趣咧，就你會睇到《逐水漂流》，好多人都睇到李麗珍嗰個角色咧，好多人都聯想翻起咧，佢同埋謝君豪加埋咧，佢而家出都有金神父出場咧，就令大家諗翻嗰個叫做係千言萬語啊嘛。咁啊，同時咧，你會睇到喺呢個圍外嗰度咧，阿陳漢娜做嗰個角色咧，係知實加埋墮落花。再接住落去嘅嗰、那個而家呢一部戲嘅嗰、那個，因為雙連嚟噶嘛嚇、啊，你睇到學生嘅嘢，跟住咧就原來嗰兩個你以為兩姊妹，原來兩母女，即係咁嗰個即係未成年新子啊嗰樣嘢咧，咁啊一直喺度，你會睇到咧，佢係好想咧，即係將嗰樣嘢就揾到一種叫承繼啊，即係一種叫電影嘅承繼。嘅嗰樣嘢出嚟，但係喺佢嗰承繼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係講起上嚟咧就語意不清嘅，就多咗咁嚟去做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咁啊。咁啊就同埋咧，佢裡面嗰度咧就都係牽涉到咧，尤其是咧你為愛咧，我諗好多人咧，其實佢嗰個咁嘅去法咧，就一去到戲院嗰時期咧，講戲院嗰時期咧，就我相信有好多入唔到戲嘅。嘅朋友已經放棄咗部戲啊，因為唔識點樣跟啊，咁啊，所以就莫講佢最嬲尾嗰段啊，點解會去咗一個有玫瑰、有瀑布嘅嗰個他鄉嘅地方？你知唔知嗰個地方係喺邊度嚟嘅咧？嚇，咁我哋不如嗰個，我哋下一節咧就可以講東京三窮下之前咧，即刻講嗰個位究竟係咩地方嚟㗎啦？好。下一節就同大家電影有毒。